玩的是花门钢珠，然后前一支放枪打到581转，别人588转就开了，还连了10支。那目前这一台的记录，总共可以看30支牌的历史记录。那目前现在转速来到831，那我们就看他什么时候会开牌吧。这一台刚刚581放掉之后，人家588转就开了。他开了之后，他放130转，然后我现在打到834，红珠咯，初代出现，有机会吗？哦，有机会咯。哎，开牌。啊，果然有录影有差。豹纹。直接进来 rush， 哦，有机会喽，有机会来个大连装一下。目前这一台包含前面放枪的，总共打了10张，刚好10张，连个10支我就没输赢了。哦，他一只是2400株。哦，看看今天可以连个几只。来，一只就是2400株。然后现在进去 rush。总共有126转，我更正128转。开门。开门。
来偌许就感觉霸包了，跑了20转。但这一台大概32转没有开牌就大概霸包了，因为毕竟是台改机，看看有没有拉回。有事件发生，还好没有霸包。2连庄。没有霸包就是好事。看看还能连几只，128转。他前面4转不能有那个开门的演出，哦，现在可以了，现在赶快开门。哇，出来！有了啦，靠杯，奥奇，哦，有事件发生，完蛋了，辣包啊，也不是，换回拉回啊不？这一支牌只获得4800铢，看看会不会拉到短关，再有的话再拍一下。好鸡。绿珠乘二再来，哇，68兵位，没有乘三演出，完全不期待。
就乘二咯，来乘三，乘三，哦，一直都只有乘二而已。好，有演出，来看看演出一下。哦，红的哦。这一个就不会开了，还没有射出。目前216。来，红猪。红猪，你是哪只猪？啊！怎么又是这个？再来一个。246，看来没有短关，再玩一下看看。绿猪，乘二，又是八兵卫，没有用的八兵卫。哦，成了。哦，可以哦，成三，再来。珠子没变色。啊，可惜啊，珠子没变色。黄门打到432转，开不到牌，没有短关，算了，放弃。今天这一台黄门玩到这里就好。打了，放了一支枪，
哦，588，我放581，人家588就开了，然后自己又重新打，从130开始打，打到800多，有没有效果？好了，今天这一台就玩到这里，下次有机会打到更好的成绩再来分享。来，刚出环门，今天本来特别绕赛，打了三根柱子，806的，147的，834的，都只有两只，还有个一只，然后前面还有个放枪的，打到581，然后都被人家588，然后开了10只。这一个，然后今天整个狂到了，打了3只柱子，然后现在26连，26连的话就是25连，然后就可以拉彩金。还有这一个红光很够力，这个啊，目前6万株确定。看能不能拉满，拉满的话是8万株，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。加油，红灯不要停。这一支如果有的话，应该就是拉到8万株了。有了，八万确定的，哎呦！来连庄，28连哦！你看呢？我应该8万株确定了。对啊，咬太凶了，前面咬太凶了。摁了。29，这里29连，来29连刚下来，这个红光还在，哎，29轮没有拉满吗？
我的灯消了。对啊，开心啊、哦！可以啊，可以接受。还可以接受，你要求太高了吧？不要停了。你要求太高了吧？哇！他灯消就直接停了，二九轮，有吧？完蛋了！我没有选到阿公，好像阿公才会拉回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没有，没有拉回。哇，要下妆了。倒数五转，67650株，29连。再来就看有没有短关了，开心了，第一次拉到彩金，哎，最后的机会了，242转。会不会开牌就看这一个啊，彩绿珠，没开啊，哎哎，有点机会，再来再来，再下来一次，啊，没用了。好，没分数了，245转。今天有拉到彩金就很开心了，还好，差点大绕赛。好，影片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收看。